第都第二章第一到十五节。但是你第都你爱搞出真的搞他，你爱搞把个豆角落班的男子人爱牛奶，莫酒醉，爱如聪明智慧，上到爱本人家看日戏，爱本本有信心对上帝，爱石强班的人家爱内裤。你要爱搞把个豆角落班的五子人做出一种事，爱灭上帝欢喜，莫是山来人。莫念酒醉，各位爱搞出好的事情，所以给豆角落班的五子人，孝谦带个孝顺的五子人，下家老公甲下家子女，孝女奶，上到周兄弟二爷，安慰大理家家庭，安好心甲安顺家老公，出海安阳兄弟的话，唔会本人家嫌。对个豆行孝顺的来自人，你若爱教把个豆啥，爱小心，要对那只事情好做甲莫做诶。各位你，弟子，你若爱做出好个样式，本人家看。你教徒个时间，你爱忠切，爱正正经经甲教把个豆啥，用如脱离个袂，唔晓本人家破坏诶。是安样给豆反对你的人为小理，各位请不到人间来讲坏事家。各位对给豆做中人的人爱疼也主人的味，隆重给豆啥做出来爱灭也主人欢喜，莫反对也主人，莫偷东西，爱做出好的样式家爱晓拿来相信。就是大家隆重的调查做出的好种事，上帝就是世界救主，他讲出的话没本人家尊重，因为上帝的良心爱救美责任的本上帝做出来的，上帝的良心灭七家生道错了世界方不会反对到上帝爱的，各位不会停招七家爱的，他灭七家生道就聪明智慧按公平甲点天等上帝等起，上面七家金等皆按欢喜的日子，出下耶稣多转来的日子。这只是七家未看到耶稣的亮光，而出下七家救主甲按有权的上帝。耶稣教下给七家的名，因为爱救七家路大隆重坏事，甲爱灭七家变而托多的人。所以是个要变亲亲的人，个要变安然做好事情的人。俩龙中你爱讲本个调查的，爱搞把个调查，个爱把个调查，用上帝本你做阿头的权力。所以无就只责任看衰你诶。